各位同学哦，还有社会上相关人士哦，这次啊是叫做什么一场戏啊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也是解决问题。这个因为我们这不是讲这个中国国民党有中国两制，对不对？那民进党又嫌人家很烂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这是国家啊，我们这个转个弯，哎，看看我们，哎，我要跟你们在一起，看我们啊，能不能够这个创造一个新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因为中国国民党，你要他把，他有个包袱嘛，中国国民党，那民进党我没有嫌他烂，那我们要创造一个东西，那就看我们自己本事啦，是不是？就是全部啊，这个国家给我们个机会，看我们能不能在这个中国国民党跟民进党中间弄一个新的东西。这意思也就是啊，你反服贸这个东西就是反中国，你要反中国啊，就是说反掉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台湾这边这个叫什么撑起来？是不是？那就看我们的本事了嘛，对不对？人家给我们的机会。反中啊，好，现在不要中，那你有什么本事啊？把这个台湾不要中却可以撑起来，哦，是不是这样？大概是这样。住两年啊？啊？对啊，就住到2016就出来选就好了。我有没有出来选？我出来选都可以了。主要是啊，要有一套东西啊。这个取代两党，因为这个取代两党，这个就是啊，你不要中国大陆化，那我不要中国大陆，要自己要怎么出来，对不对？这人家给我们机会嘛，给我们一个拼搏的机会。好，我们不要中国大陆，那我们要自己怎么出来？这不是一个机会？你有没有想过这方面想？我们只是这跟这个本身抗这个服贸啊，变成只是一个借口而已了，一个抗腐贸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影子啊，一个什么一个理由了。主要是说哦，在中国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哦，哎，你们这个我们的学生们，我们可不可以拉出一条血路，对不对？能不能创造一个新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我像我校长嘛，校长，哎，我不是一直讲说我要弄个学校，就把全部学生抓到立法院。是不是？你当我的学生嘛？对不对？不要中国大陆，那怎么样来弄出一个新的东西？是不是？